所以说呀，对晋封令贵妃呀为皇贵妃这件事情上，这那拉氏皇后是一百个不乐意。这枕边风啊也吹了，这泪儿啊也流了，这菱花镜啊也摔了。总之啊，这一哭二闹三上吊这些个绝招全使完了，怎奈这乾隆皇帝算是王八吃秤砣的铁了心了，一定要立这个令贵妃啊为皇贵妃。您好，我是昆仑流石。欢迎您来到书馆啊，咱们一起探讨着清代宫廷当中的后妃故事。那咱们书接上文，咱们继续聊啊，这乾隆皇帝御陵当中奉安的后妃。哎，这时间啊过得可是真快，一转眼啊，咱们就要说最后一位娘娘了。这位娘娘是谁呀？哎，这位娘娘既然放在最后啊，那她一定是个有故事的人，是个大角色。哎，这就是啊，这嘉庆皇帝的生母。乾隆皇帝的另一皇贵妃魏佳氏，在妃位的时候啊，这位号是令妃，在电视剧当中啊被称呼过魏璎珞、魏燕婉呢。哎，今天呀，咱们就拿出一集的时间来好好分析分析这位娘娘。这魏佳氏初入宫的时候啊还姓魏，虽然她是旗人，但是啊她可不是正经的汉军旗，他是啊，这内务府三旗，哎，这是包衣出身，并且呀，是这内务府里边的管领下人。说白了啊，也就是新者库。咱们不止一次说过，这新者库当中啊，有犯过错误的旗人，所以说呀，才被编入这内务府管领下。他也有啊，在入旗的时候啊，人数过少，他不够编一左领的，所以说呀，他只能编成一管领，也就是半个左领的意思。要是这么说起来呀，编入新者库的旗人呢，那就不全都是罪人了，也有啊正常的包衣人。可是啊，这魏氏他们家不一样，这魏氏一家呀，那是真有罪。说起来呀，这魏氏的先祖啊，他属于是被动犯罪。这句话他怎么说呢？因为啊，您瞧啊，主将造了反了，您说这手下人他能有什么办法？他左右不了这局势的发展，不是？那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三藩之乱呢？这魏氏先祖啊，是这个耿仲明手底下的一个士管左领。哎，这个士管左领是什么意思？这士管左领啊，就是你们家呀，世世代代的管理这个左领下人。等到这个三藩之乱结束以后啊，这个康熙皇帝也明白这一点，于是呢，就没把他们家这个士管左领的身份取消。可是啊，您这个八旗正身旗人您做不了了，您啊别汉军了。您只能入内务府，成了一名包衣，而且呀，这脑袋上啊还顶着这么一个罪人的名头，所以呢就被编入了内务府整黄旗。得，这下子呀，他归了新者库了。那有人说这魏氏他出身低呀，哎，您放心吧，这都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了？那会儿啊还是康熙朝，现在呢他已然是乾隆朝了，不是？到了乾隆朝啊，这支魏氏的掌门人是谁呀？是内管领魏清泰，他呀就是这魏家氏的爹。令妃啊是哪一年入的宫不好说，因为这个史书上啊他并没有记载。这魏家氏啊生于雍正五年的九月初九，因为他隶属于内务府啊，所以说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惹定是啊这个内务府选秀进的宫。在众多的秀女当中啊，这魏家氏啊一定是比较出众的，所以才能够脱颖而出，成了这个皇帝的嫔妃。史料中啊用了一个冲字来记录这个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后宫里啊，贵人常在答应都属于低品级。按照这个清朝内务府选秀的规定，入宫的宫女年龄啊应该在这13岁到17岁之间。因此呢，这魏家氏最早啊应该是在乾隆六年，最晚呢也晚不过乾隆九年入的宫。可是直到今天呀，我们都没发现到这有魏家氏曾经做过宫女的记载。乾隆帝啊在御制诗中也曾经透露过，这魏氏啊是孝贤皇后在众多宫女当中替这个乾隆皇帝选拔上来的出色秀女。由此啊我们推断，很有可能这魏氏啊虽然限于身份问题是内务府一年一度的选秀入宫，哎，选的呢虽然是宫女，人家家呀确实是冲着嫔妃来的。因为啊您可别小瞧这魏氏啊，是内务府包衣出身，可人家爹呀是内务府当着官。不但如此，他的妈妈他的奶奶都在这宫里做的女官，这一点啊不用抬杠，这宫廷档上啊有过记载。
这卫氏的生母杨家氏以及祖母曾经担任过雍正元年立后以及册封嫔妃的宣册女官，所以说呢，这一家子服务于宫廷，在宫里又都是有头有脸的人，他们是完全有能力让自己的女儿虽然是以宫女的身份进的宫，但是早晚能够成为嫔妃。所以说呢，这卫氏进得宫来啊，可能一天宫女都没做过，直接呀就到了这个皇后娘娘身边，成了皇后身边的一位学闺女子。哎，那这个学闺女子又是什么玩意儿呢？皇上看上经内务府选秀入宫或者是蒙古籍的女子，就会啊送到后宫各宫廷主位上啊学习规矩。皇后位下的学闺女子啊，按例都会封为贵人，如这个何卓氏就是何贵人，拜尔葛斯氏呢就是伊贵人，其他宫廷主位下的学闺女子啊，按说呀都应该分为常在。您比如说这个郭常在、这个霍舒特氏，还有这个武常在、武氏，他们都是啊在其他的嫔妃位下学闺。虽然这卫氏啊入宫时间并不明确，但是我们看他的乾隆十年只有19岁的时候就已经被封为卫贵人，所以我们想啊，他起点肯定是很高的，也就是说呀，他很有可能就是在皇后娘娘位下学闺，所以说毕业以后才能直接就被封为了贵人。得出这些结论之后啊，以后谁再跟您说这卫家氏娘娘啊是出身低贱、宫女逆袭，哎，您就可以上去给他一个大嘴巴了。因为这令妃啊，她出身并不低贱，也不一定是宫女逆袭。就在乾隆十年，19岁的卫家氏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次华丽转身，这卫贵人呢，一下子被升到了主位，成了紫禁城当中的令嫔娘娘。令字这个封号啊，用满语解释起来啊是很有意思的，是聪明睿智的意思。没过几年啊，在乾隆13年的3月5日又晋封为妃。乾隆16年的时候，这卫家氏在妃位上的这个时候啊出了点岔头。什么岔头呢？也就是在乾隆16年的9月22日，这卫家氏的爹卫青泰去世了。这乾隆皇帝啊觉得挺对不起人家这卫家的，所以啊就特加恩旨，奉旨令妃娘家包衣混合托人。哎，这个包衣混合托人呢，就是包衣管领人的意思，即从本级包衣牛录拔出。因此，那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啊给这卫氏一家呀抬旗了。可是啊，这旨意上啊并没说抬到哪儿。哎，我跟您说说他抬到哪儿去了吧。这一下子，这卫氏一门呢，从这个整黄旗包衣奴才呀，就抬到了镶黄旗满洲。这一下子不但跟皇上成了一个旗，而且呀是正身旗人了。自此啊，这卫氏就变成了卫家氏。那么说，这乾隆皇帝他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非要弥补一下这卫家氏一门呢？因为啊，就在3年以前，那年呀是乾隆13年5月的时候。乾隆13年呀，这宫里发生了一件大事，乾隆皇帝的元后孝贤皇后那年崩逝了。这令嫔的父亲内廷管领清泰负责什么呀？负责这已故的孝贤皇后供桌上的饽饽点心。有这么一天，这乾隆皇帝到这个孝贤皇后灵前祭酒，发现呀，这早已经日上三竿了，这供桌上的饽饽点心呢还是昨天的呢。这一下子龙颜大怒，这盛怒之下也就顾不上给这令妃小主留脸了，把这个内管领清泰直接就摁在地上，招来这个慎刑司的人罚打了80大板。这宫里的律杖80啊，那可不是闹着玩的，有人呢打30就打死了。这乾隆皇帝后来想起来呀，还是觉得呀有些对不起这卫家的，于是呢在乾隆14年4月初5的时候就把这个令嫔呢晋封到了妃位。可是啊，这清泰啊伤势过重，在床上啊一躺就是3年，结果呀还是没熬住，在乾隆16年的时候撒手人寰死了。乾隆皇帝得到这信儿之后啊，这脸一红，也只好啊在这个出身上给这卫家氏一门呢做点弥补了，于是这才有的卫氏台籍。说起来啊，这卫家氏啊10年一共生了6个孩子，这些孩子啊没有什么太可聊的。这最出色的人呢，当然就是在乾隆25年的10月初6，
令贵妃啊，在这个圆明园的天地一家春生下了皇十五子永琰，哎，就是后来的嘉庆皇帝。这人呢，长成什么模样啊，在乾隆皇帝心里啊，并不是很重要，因为这乾隆皇帝啊，还算得上是一个哎不贪图美色的皇帝。您啊，不能让这个影视作品以及文学作品迷惑了。这乾隆皇帝啊，他喜爱的嫔妃啊，那都是那些能生的，为的呀，就是给这皇家开枝散叶，绵延子嗣。所以说呀，这生的多，他位分就高。在这个乾隆30年以前呀，这魏家是早早班班的就已经是贵妃了。可是啊，就在这乾隆30年，这后宫当中啊，又出现了一个大的变故。在这乾隆皇帝南巡的路上啊，这继后那拉氏他断发了，一下子就被打入到了冷宫，被圈禁了起来。哎，当然了，这清代他没有冷宫，所谓的冷宫呢，就是把你呀关到自己的寝宫当中，不让你见人也就罢了。关于这继后那拉氏啊，他为何断发，是如何得罪了皇上，这里边啊传说那就太多了。咱们呀在这一系列的乾隆后宫的时候经常提起来，把所有的这个可能性啊也都跟大家聊过了。其中一种说法啊，就跟这个令贵妃有关，说这个乾隆皇帝啊在南巡的路上突然起义，要把这个令贵妃啊晋封为令皇贵妃。那这个继后那拉氏他肯定不乐意啊，因为在清代啊，这皇贵妃位啊他是比较尴尬的，如果这个皇帝啊不愿意立后，哎，就立一位皇贵妃总理六宫事。还有一种可能啊，就是这个皇后不中用了，病入膏肓，不能够理六宫之事。再者呀，就是皇上不待见你，明明有皇后啊，还要立一位皇贵妃总辖六宫之事。这那拉氏皇后啊反省了一下，俨然这几种情况他都不是。所以说呀，对晋封令贵妃啊为皇贵妃这件事情上啊，这那拉氏皇后是100个不乐意。这枕边风啊也吹了，这泪儿啊也流了，这菱花镜啊也摔了。总之啊，这一哭二闹三上吊，这些个绝招全使完了，怎奈这乾隆皇帝算是王八吃秤砣的铁了心了，一定要立这个令贵妃啊为皇贵妃。这样啊，才惹得这那拉氏皇后失心疯，哎，在旅途当中断了发，让这乾隆皇帝啊把他圈禁致死。原来呀，我认为这件事情啊有点无稽之谈，哎，它是不大可能的。可是啊，随着后来翻阅史料，我觉得这件事情啊它是有可能的。因为后来我发现，这乾隆皇帝虽然圈禁了继后那拉氏，晋封这位令贵妃啊为皇贵妃，但是啊，这位令皇贵妃却不涉六宫之事。也就是说呀，这令皇贵妃啊，她只有一个皇贵妃的名号，这后宫的大主意啊，还得是皇上拿。也就是说呀，有位分，她不当家，这可就有点暗器暗憋了。这皇贵妃想了，她和那些死了被追封为皇贵妃的人呢，哎，她没有什么区别。这继后那拉氏在当皇后之前也做过皇贵妃，人家那皇贵妃老不值钱了。这皇上啊，当年的旨意下的就很清楚，说这个贤皇贵妃啊总设六宫之事，那俨然就是皇后。要是这么看来啊，即便封了这令贵妃为皇贵妃，对这个皇后那拉氏的地位啊也是没有威胁的。只能说这皇后啊小心眼儿，最后落得个自己失心疯。哎，这日子呀一天一天的还得过，这容颜呢也是一天天的变老。就是因为这皇贵妃魏佳氏啊，她10年生了6胎，身体受的损伤啊实在是太大了。乾隆40年正月29日，这个皇贵妃魏佳氏轰逝于紫禁城当中，这享年呢只有49岁。这皇贵妃的故事啊并没有因为她的死而结束，明天啊咱们还得接着聊。我是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您要是喜欢我的频道啊，还请您关注点赞评论再转发，您的支持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唯一动力。得嘞，今儿天不早了，咱们呀明儿见。